我也会掩护你做过很多事，隐瞒你犯下的错，因为我是你的老婆，我怎么可能会见死不救呢？这次复赛是这样，上次花朵餐厅你找人假装拉肚子设计夏平安，我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。不许你再提这件事儿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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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枉费我从小教你为人处世之道，你怎么能干出这么卑鄙下流的事情？我，你个性争强好胜也就罢了，你简直让我失望透顶。爸，爸，爸，你听我说，爸。子阳，子阳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爸就在后面。子阳，顾谦，马上顾谦了。我不签，我不签。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两个一刀两断。子阳，你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子阳，我不走！子阳，我不走！见他！子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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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乔，别碰我！你听我说呀，那天下午我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，我根本不可能跟那个什么无情发生什么关系的。谁信啊？你跟无情发的那些短信我都已经看过了，你还狡辩什么呀？那些暧昧短信都是他发给我的，我发给他的有没有暧昧，
没有啊，他是一个骗子。你才是骗子，你找人骗的是你自己的老婆。李大志，你太可恶了，你简直就是风流成性。我风流成性？我胆子那么小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我认识的女孩，我看一眼我都不好意思。我风流成性？反正你就是跟他们一样，只不过他们是在骗别人，你骗的是自己的老婆。李大志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我一定要跟你离婚。于强，你千万不能冲动啊，哥他就是个书呆子嘛，所以才会被骗得团团转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不给了，这个婚我一定要离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玉桥啊，你不为自己想一想，你总得为小珍珍想一想吧。是啊是啊，你想啊，那孩子那么小，你总不忍心看他失去爸爸或者失去妈妈吧。玉桥，我请你相信我，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离婚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跟你继续过下去才会后悔一辈子。玉桥啊，大志这次啊真的是遇到坏人了，而且他知道悔改了，下次不会再犯了。爸帮你盯着他好不好？你这次就原谅他吧。啊，爸，我做不到，我只要一想到他跟别的女人上过床，我就没有办法原谅他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，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，我是被骗的。我不会相信你了，李大志，我恨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周玉桥，我爱你，我绝不离婚。来了啊，雨辰，你怎么哭了？啊，先进来再说吧，啊，快进来，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。你待会儿先洗个澡，把一切不愉快都洗光光，有妈陪着你呢啊，不用害怕，啊，先洗个澡。雨辰，来喝口热的吧。这两天就在家好好休息。妈是想明白了，我们没有荣华富贵的命，争来争去，到头来也是一场空，还惹上那么多官司，想想挺不值得的。算了吧，别争了，雨辰。有妈在呢，一切都会过去的啊！我不甘心，
我不甘心，谁都不能让我就这样算了，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累了吧？不累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那。怎么了？虽然真相大白了，可是我心里却一点也不舒服。我了解，毕竟你跟雨辰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。看着他被大家唾弃，他的妈妈还被人指着鼻子骂，我心里真的好难受。我们情同姐妹，虽然他做的一些事情真的让我很生气，可是我还是好为他担心。担心他以后在婆家的日子该怎么过呢？唉，这也是他自作自受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的。哎，牛肉面第三阶段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希望到时候你能够完全康复。我会努力康复，当你的助手，我们一起拿下冠军。不止这样，这次的比赛我有信心夺冠，等得到冠军之后，我要重新给你一个浪漫的婚礼。差距又小了，你看你，你好紧张啊！你下个选手还真不知道，是啊，选哪个会赢？哎呀，这差一点。网络票选到了最后阶段了，流量也增加了，你看会不会有灌票的可能？不至于吧？设计部门采用的是 PSP 系统，真的很接近，应该能防堵连续投票。哎，你看，中海盛庭园领先了。中海刺激呀！全程开放投票，看，是不是？全程开放投票，真的到最后一分钟啊，还是现场直播呢。哦，就是啊，哎，这场比赛虽然不在眼前进行，但很有临场感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大家早啊，执行长也在啊，执行长早。我今天来主要是有个新栏目首次进棚，我准备了好久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？雨辰，那个栏目主持人已经换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没关系，我还有别的栏目要忙。哎，雨辰，其他栏目主持人也换了。红岛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？
是我决定的。周一晨，你已经被解职了，请你离开这里，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。我为什么要走？我犯了什么错？你们一个个这样对我赶尽杀绝，我不走。这里有我最爱的工作，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血。这里还有这里，我付出我所有一切的努力，我拼死拼活，我捧红了多少个栏目，你们没有资格这样对我。再逼我走，我就告你们。周雨辰，该付的薪水，该给你的补贴都给你了，请你马上离开这里。红道，啊，请你带他走。是，我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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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赶我走，不要。执行长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你不要赶我走。爸，爸，红道，还是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雨辰，我不走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，我不走，我要在这里工作，我不走，你们没有资格这样对我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周雨辰，这是你的东西，你自己保重吧。执行长，这件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本来就应该洁身自好，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自我要求。像他这样，是不可能在媒体界立足的。不过身为他的家人，我也要代表周雨辰向各位道歉，对于这段时间因为他给各位所带来的压力和困扰，我表示深深的歉意。执行长，你别这样。是啊，其实你和家人所承受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。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你要注意保重身体。保重身体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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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呀，一个聪明的女孩就那么毁了。哎呦，最后20分钟了，哎呦，结果就快揭晓了，38000多票。要想赢得比赛呀，就得真枪实弹。眼看着这还真是一场苦战。
爷爷，先别灭我们自己威风了，现在不是还有时间吗？白香面馆的牛肉面功夫真的很扎实，要想赢他们呢，我看得要有一点本事。这票数怎么会差这么多啊？离结束时间越来越近了。妈，请不用担心，你看还有十多分钟，够我们翻盘的。盘势啊如棋局，眼看着棋局将残，大势已定。不过呀，落败未必不好，这也是一种学习呀。再看看。保佑保佑，上，再上，上。哎呦，别急别急别急，你看看又下去了。是是是，保佑保佑。哎呀，怎么还这么接近呢？哎呀，汪勇，你别再叫了，就因为你叫了叫，你看又往下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叫，他也还是往下跑啊。哎呀。哎，你们看，我们增加了200多票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赢定了。哎，你们快看，我们的票数一直在涨，一直在增加。就这样下去，我看干脆宣布我们是冠军得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连坚持最后一分钟的耐性都没有啊？好好看，别那么急躁。哎，爸，这个比赛对子阳来说意义非比寻常，就是因为他太重视了，所以才这么心急嘛。哎呀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还有5分钟，我有信心，我明天会赢的。嗯，对，我也有信心，不到最后一秒钟，不知道谁输谁赢呢。对。进入最后30秒了，30秒了，就30秒了，快啊，再冲啊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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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啊！上！上！还有15秒了，一定要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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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往前冲啊！加油！上！上！还是10秒了！哎呀！加油！冲！冲！加油！往前冲！加油！上！上！上！5、4。3、2、1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竟然输了41票啊！我们堂堂大酒店输给那个破面馆，这怎么搞的？这是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必意外。我说过，客人的眼睛啊是雪亮的，舌头呢是敏锐的。输了，我们吸取教训，下次再把它赢回来，这才是应有的态度。一味的发泄负面情绪，是没有用的。爸，您说的很对，子阳，你要听听爷爷的话啊，一定要记得这次失败的教训，这样下次才有机会赢得比赛呀。你看看，为了这场比赛搞得我们大家那么紧张，哎，结果还是第2名，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。平安，这完全是你的功劳啊！别这么说，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得到的。对对对！哎呀，真是太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！我们终于得到第1名了！哎呀，这么多的奖金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大吃一顿！必须的，一定要大吃一顿！最近我们大家都太辛苦了，是吧？虽然辛苦啊，但是也值得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次我虽然没帮上忙，但我是大家忠实的啦啦队，我也有一份功劳的。对，我还有我，对，还有我，我也是啦啦队。菲菲啊，你不仅是啦啦队，你还是我的巧克力，维他命。菲菲，你看我这段时间又忙又累的，不过我看到你以后啊，我这心情就又好了，精神特好。真是啊，你看最近啊，这喜事啊，一桩接着一桩的，真是热闹哎。你看，这次我们拿了个冠军，这种你的身体啊，也在渐渐的恢复健康了。这接下来嘛，
就是你们小两口的喜事啦。好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，我就准备一个浪漫的婚礼给我这位美丽的新娘。好幸福，好，瞧你乐的。好，执行长，恭喜啊。怎么？哦，这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您儿子，怎么您不开心呢？怎么说呢，我这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，两边都不会领我的情，我这么一头热的替任何一边高兴，那另一边就会不高兴。说的也是，也真难为你了。老实说，我心里面还真的替平安感到高兴，也真替子阳难过，矛盾呢。洪导，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要办这比赛，子阳和雨辰都说我偏心，说这个比赛是为了平安举办。现在比赛结束了，平安也确实获胜，你倒说说看，你觉得我有私心吗？您多虑了。我认为啊，这次比赛为我梦虹公司带来了极大的广告效益，业绩也增长了。您没有私心，这完全是为了我们公司才举办的。嗯，比赛风风雨雨的总算结束了，也只有你这番话让我稍微感到安慰一些，要不然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啊，这边来。哎，请问需要什么？给我来一瓶芝华士吧，哎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嗯，工作忙啊，好久没出来了。是啊，还好，我蛮行的。我就不行了，没时间呀。啊，打扰一下，你们的酒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请慢用。来来来，啊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哎，好，来看什么呢？喝酒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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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不是喝酒啊？喝酒啊！来来来。拿酒，拿酒。进来。啊。副董事长，有件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嗯，你说。就昨天晚上呢，我下了班，然后跟几个朋友去酒吧喝酒，就突然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就。发现我们总经理了，他一个人在喝闷酒呢，喝好几瓶，要是啤酒就算了，关键他喝洋酒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不是打小报告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应该跟总经理商量下周菜谱的事儿，可我哪儿都找不到我们总经理，汇报不了工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。难怪这两天他三更半夜才回来，原来跑去喝酒去了。郑云，浩谦，你打来的正好，你知不知道你儿子这两天都干什么去了？嗯，子阳又怎么了？他每天都跑去喝酒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你赶快去找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多出来散散步，对你身体的恢复帮助会很大。这儿的空气真好，好舒服啊。平儿，谢谢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只要你的身体能够赶快康复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夏平安，姚子阳，你想干什么？是你，是你毁了我的事业，毁了我的婚姻，你抢走了我爸对我的爱，你毁了我所有精彩的生活，我今天要你全部还给我。平安，你喝醉了，而且你的人生跟我无关，我也从没想要跟你争什么。跟你无关，好，那我今天就跟你来个了断。平安，平安，不要跟他计较，不要打，我害怕。别怕，没事，有我在。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袁小溪，不要打！平安，平安，救我！平安，平安，救我！若雨。杨伯父，杨伯父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没事。他还好吧？你流血了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若雨，快叫救护车啊！能为你做点事情，我觉得很高兴。你先别说话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若雨，快点呐！喂，我们这儿有人受伤了，就在湖滨大道，你们快来啊！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你听到没有啊？你听着，我现在能够体会到你对我的爱，我真的深刻感受到。你不能死，你不是盼望有一天我能够叫你一声爸，盼望我们父子能够相认，重享天伦之乐吗？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，听到没有啊？爸，爸，爸，你听到没有啊？你醒醒啊，爸，爸，爸，你听到没有？爸，爸，你撑住，医生快救他！什么情况？赶紧救救他！好，爸。夏平安。怎么会是你啊？昊天怎么受伤的？是姚子阳喝醉酒找我来挑衅，是他把若愚推下斜坡才会出事的。子阳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是姚子阳害了他。
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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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爱你。不能呼吸了。我爱你，雨乔。其实我有一点恐高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不怕的。你等我，我这就出来。好啊，我们去喝奶茶。走了。嗯，走了。妈呀，好高啊！不过我不怕，你放心，我不怕。再说吧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现在出来，我介绍一个很知名的经纪人叫 David 跟你认识，只要他肯带你啊，你以后在圈子里面发展会很好的。若雨啊，这把你吓坏了，真的没想到那个威廉，也就是姚浩谦，他能去救你。威廉为了儿子可以奋不顾身，这不就是平安期待已久的父爱吗？平安小的时候没能体会到，只记得恨了。舅舅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好感动，我看着平安被这威廉拼命地呼唤着，我想平安已经找到他失去已久的父爱了。说心里话，我真替他们高兴。现在威廉还在医院里面，我想
在他心里你会感到欣慰，是不是？舅舅，你带我去看看小珍珍吧，我好想她啊，好久没见到了。好。若雨啊，你是不是喜欢小珍珍？嗯，特别喜欢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和平安赶紧生一个小安安，好不好？舅舅。你呀。哎哎，舅舅扶你进去。嗯。哎，小晴，哎，慢点。好。慢点啊！哎，哎，走，走，哎，来，慢点啊！